有一个人来到田里撒种，撒出去的时候有些掉在路旁，当飞鸟一来，就把它吃尽了。还有一些落在石头地，因为土不深，很快就发芽了，只是没有根。当太阳曝晒时，就枯萎了。还有一些种子落在荆棘丛，生了根，也发了芽，只是当荆棘长起来，把它们挤住，最后却无法结出果实来。其中有一些落在好土壤里，生了根，发了芽，结出来的果实长成30倍、60倍、100倍。